你都那谁哦？你不是说要做一个特别的早餐给小朋友吗？要不然他们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早安。早安。早安，师傅要开始准备特别的早餐给小朋友了。哦，我好像在吃菜呀、안녕하세요我是凯啊，今天的话呢，一日三餐的第三餐，我想要做小孩子的早餐，还有小孩子的早餐要准备，所以很早起来了。哦，今天其实我起来是六点的，因为要准备一些吃东西呀、啊，有洗澡啊，这样当爸爸妈妈很辛苦。早餐的话呢，一定要我们准备一个鸡蛋的菜点嘛，料理。所以里面今天的话，鸡蛋跟蔬菜。但是我现在小孩子大概三岁半左右，所以这样的大小，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呢，更细要切。有一些小孩子喜欢吃蔬菜的话，大一点也没关系；不喜欢的话小一点，就这样。可以看到嘛，黏黏的，这个需要哟，这个没有的话。没办法烘起来，口感不是那么好。一点点油铺一下，还有下面也清洗一下，这样拿起来清洗里面。你们有空的话多漂亮一点。你是想要做什么图案啊？我想要这可爱的东西，做起来就看起来生气的脸呢，你看像你儿子一样生气的脸。还有第二个菜的话呢，我要做一个丸子，丸子肉的丸子，肉的丸子鸡肉也可以，猪肉也可以，牛肉也可以，你的小孩子喜欢的肉都会用哟。但是今天的话，一个鸡肉一个猪肉两种要做呀。蛋放半下，泰式的炸粉，泰干多啊，炸鸡蛋。那你们家小朋友的早餐也是你在做的？啊，太太也做，我也做。啊，小孩比较喜欢吃你的还是吃那个太太？哦，我不会说什么呀，但是他比较喜欢吃餐厅的味道，太太比较健康一点做。因为小孩子喜欢变化，每天吃无聊，所以别的心脏也要做一下。我三天给他鸡蛋，他第三天他说野鸡蛋吗？这种，所以要变化。在颜色都不变的，这张的颜色要出来哦，才有香气哦。就是这个叫恰巧。恰巧。对。哦，恰巧恰巧。哦。Teriyaki 的话呢，我的儿子最喜欢的一个口味，因为甜甜咸咸的，对吗？所以这个章怎么做呢？先煮进去一下，还有煮进去之后可能会问，哎，吃东西，小孩子吃东西煮可以放吗？因为这个的煮的部分的话呢，先要煮很久，所以里面有酒精一点也没有，所以我需要米的哪个的香气跟甜度而已。所以你们可以火看到吗？这个是酒精现在火的意思哟。所以滚到大概二分之一哦，这个已经里面酒精没有，哦还是有哎，现在已经没有，但是还是滚下大概是二分之一。冷掉在冰箱里面放一个月没问题，因为里面血液没有，就酒跟味淋糖浆而已，对吗？所以保存时间很长。刚刚说的鸡肉进去里面，在我们做的寿司里面进去哦。OK 的话，玉米粉要进去，过程要做呀。OK， 就这样做好了。在饭菜的话，热的饭进去里面。这个的份的话呢，你们知道吗？狐狸咖喱，如果是狐狸咖喱，早餐餐面放进去吃的，这个的话我可能后面再做影片做给你们怎么做。
等下冷掉之后开始做油啊。不能直接做吗？诺尔，帆船团你们喜欢的大小都可以做哟。还有今天都没有带保鲜膜，但是保鲜膜有的话，保鲜膜用错的比较错漂亮一点会做哟。所以你今天有特别捏小一点。对，因为小孩子要吃的参照性怎么做呢？这张之后呢，放这里下饭，还有这张，这张是参照性的出来。这张之后进去这里，压过来，压。呀，这张都要参照学会出来呀、啊。昨天呢、啊，有网友粉丝们说我一直在刁你。你是？为什么我们两个之间要 speak English？ 你要跟大家解释。我要韩文说的话呢，不用想那么多，马上会直接说。但是我要说英文的话，我要想一想，对吗？中文，所以说的时候比较软一点，还有想说第一次想说出来的东西跟第二次、第三次想过之后出来的。说话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哪个说我觉得这张不行，你说英文好了。我们已经在一起大概七年，我比较少参赛啊，一年大概两三次而已。Can you please continue? Please. 对啊，因为我们讲中文没有什么尾音。英文 please. 我这边全部翻糖跟所有的菜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便当里面放进去一下。这里可以进去啊。Hello， 刘亮过来。刘亮这么帅，那两位坐这，还有小孩坐这这边啊。小孩早上吃的也太丰盛了。对啊。对吧？可以的，活泼的小孩。喵喵。那不一样，牛牛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啊哈哈哈哈，很好吃哦。嗯。应该早点下来。就是。你喜欢哪一个？这个里面，这个啊，Fanta，有比宝宝做的好吃吗？感觉都一样。哦，会讲话。公然晒恩爱天对吗？一定要的，为了日子好过。翻译一下 translate 生命，我要重名，我要重名，重名哦。那这次一日三餐成功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，谢谢，感谢你们，谢谢，耶！在我们是塔灯哟，一日三餐成功了。